如何检查猫腹中有毛球？当猫咪腹中有大量毛球时，它可能会时不时地呕吐一些带有粘液的毛发团，并且主人在触摸猫咪肚子时会发现腹部非常的鼓胀，甚至手感很硬，那么这时主人就需要采取一些措施了。首先需要给猫咪喂食化毛膏和猫草，平时需要增加蔬菜的摄入，这些都能促进猫咪肠道中的毛发排出。另外每天早晚都要给猫咪梳毛，最好使用蜜齿梳。